第一班學生咧，真係係由完全冇嘢嘅，冇宿舍，冇歷史，冇高年班。咁啲同學入嚟咧，佢哋話要嚟呢度參與創辦呢個書院。啊，我覺得個印象非常之深刻。原來單位咁個聲係咁㗎，真係犀利又有趣。又真係咁認真㗎，要喺度係咁練下嗰句。嗰一刻其實係會覺得自己融入咗成個師範書院，呢啲叫做老嘢。喂，係咯，我可以帶我哋參觀下你間房啊。I just can't sleep tonight。好亂，其實係冇執過咁滯嘅，基本上。係啊，煎奶霸桌廚。对啊，你不要走啊！希望你哋两个有咩活动。好啊，生活室。对。I host the baking class， 每一个学期都有一个。The reason why I chose Saint Charles is because of the communal dining。慢慢记下佢的名。如果从第一个学期来说，上杭给我们家的感觉主要是一种温馨和一种关怀的话，那么第二个学期我所感觉到的，那么上杭这种家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构建这个家庭。Although they don't have that much material possessions as we do, but they are so much happier than we are from the most basic things from life. 家嘅概念係要關心下身邊嘅人，咁我覺得唔淨止關心自己日常成日見到認識嘅屋企人，都可以做多一步係關心啲你唔識嘅或者你
可能你平時好少都會接觸到。很多活動呢，我們都是做得非常好的。大家也都是很熱烈的，然後明年九月我們有一批學生的時候呢，都是可以跟著你們這樣，希望呢我們這個傳統一路可以發展。